大家好，我是 9% 的电锯。然后呢？他们说你的心似乎痊愈了，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。我该心安或是心痛呢？然后呢？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吗？除了回忆思念的某些时刻，星星还有眼泪终难哭散。昨日依然缤纷着，他们都有我细心收藏着。也许你还记得，也许你都忘了，也不是那么重要了。只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，是后来的我最想的。后来的我们依然走着，只是不再并肩了，朝各自的人生追寻了。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了，也要让后来人生精彩着。谢谢这一路的青春无畏，希望在今后的舞台上能成为彼此最默契的人。